如果我们拥有一副假牙的时候，其实每天的口腔保养跟清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长期以来呢，这附着在上面的污垢啊、细菌跟牙斑菌啊，如果没有做适当的保养跟清洁的话，那么放在口腔里面可能就会造成细菌的感染跟滋生，甚至于会造成牙周病。这一台保洁净超音波假牙清洁机哈，它除了有减净光的杀菌作用，有这个杀菌作用呢，它有253 nm 的波长，那这个波长可以达到减菌的效果，它是有别于市面上的一些清洁杀菌的定剂。那清洁杀菌定剂呢，如果清洗的不完整的话，不够干净的话，它会留下一些残留、化学残留，而且可能造成口腔的一些过敏，或者是一些不舒服的一些气味，那这个完全没有。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地方，它有超音波的双子星阵风哈，那它会形成交叉的超音波波纹，那在每个角度呢就可以清洗得非常的干净，那是利用超音波来震动清洗的。另外呢，我们还有纳米银的牙盒，这个纳米银的牙盒呢，纳米银有本身有抑菌的作用，所以呢，可能是在晚上的时候呢，洗好牙齿之后，它整个作用就是说，在休息的时候，我们把假牙拿下来放在里面清洗，那它整个呢就泡在这个纳米牙盒里面，它就可以达到抑菌的效果。这一台保洁净超音波假牙清洁机其实就兼具灭菌、清洁和抑菌的三重功效。那我们来看它里面。我们拥有灭菌灯，它是有265 nm 的波长，那经过20分钟的照射呢，就可以达到灭菌的效果。那我们是有国际的知名实验室 SGS 的认证呢，有大肠杆菌，就是我们口腔内可以存在的大肠杆菌、葡萄球菌以及绿脓杆菌。这三种菌呢，就可以达到99.9%的灭菌效果。那另外呢，在清洗方面呢，就有这一个双阵风，这超音波，那它会形成呢，这种不同的各种角度的多方面的波纹。那所以呢，牙具呢，在这里面经过超音波震动5分钟之后呢，可以达到很好的清洁效果。那最后呢，这我要介绍的是这个纳米银盒。纳米银盒里面呢，我们有混入3%的纳米，它不是镀上去的，它是整个混在这个 BB 里面的。所以呢，在清洗的时候呢，里面我们只要装入清水，然后把我们的假牙放在这个纳米银盒里面，经过灭菌光的照射、杀菌以及超音波震动的清洗。这个时候呢，假牙在里面就开始浸泡。其实假牙呢，它是不可以放在一个很干燥的环境，它是容易龟裂的。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长辈把假牙，它就放在一个很简单的容器里面。其实经过一整个晚上的放置，会再生菌。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是放在这一个纳米盒里面的话呢，那它就可以达到整个晚上到它下一次要使用的时候，它是干净的。等于说我们有这样子日本的一个实验室的一个认证，它一样可以达到99.9%的抑菌效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纳米银器。那我现在来介绍如何操作超音波假牙清洁机。这个部分呢是属于灭菌光以及超音波震动的按钮，那这个部分呢，右边的这个部分呢，是属于灭菌光单一的按钮哈。那在使用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在里面装上水，装上8分满的水，那把牙具呢放在里面。再把盒盖盖起来。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按上呢灭菌超音波以及灭菌光的这个单一按钮。你可以看到牙具呢在这里面可以达到清洗的效果。那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个双
双正风的波纹呢，其实是它是这样子交错运行的，所以它每个面呢都可以清洗得非常干净。那这个时候灭菌光呢也同时在照射，在经过五分的超音波震动之后，清洗完毕，超音波会停止。停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灭菌光会继续的照射，所有的时间呢是20分钟，照射20分钟之后就可以达到99%的灭菌效果。灭菌光的照射停止后呢，就是代表假牙整个清洁的动作完成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整个放置静置在这个纳米银的容器里面，它有可以达到抑菌的效果。那如果说呢，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利用这一台保洁净假牙清洁机来清洗家人其他的用具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拿起来，同时呢我们会附赠一个盖子，你可以暂时的把它盖起来，好，放在旁边，同样拥有抑菌的效果。另外呢，我们家中每个人都有牙刷，牙刷在使用过后呢，上面也是会有存有相当多的细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置入一个空的纳米银盒，稍微轻压一下，让它跟我们底下的底座做一个稳固的结合。那这时候我们把盖子盖起来，这里呢保有一个特别设计的一个置入口，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牙刷呢放进来，甚至你可以放多支的牙刷一起放，可能家里人有3支牙刷、4支牙刷都可以同时放入。我们开启右边的这一个灭菌光的按键，轻轻的按一下，会产生蓝色的光，好，那这代表它只有灭菌光这个时候进行灭菌的效果。那全长呢一样是20分钟。如果这中间我们要让它暂停的话，可以按这个按钮，长按5秒钟，它就会自动停止。那还有一个方式呢，也就是直接打开盒盖，这样子我们的灭菌灯也会马上停止。在这个盒盖的地方呢，我们用磁铁的设计，所以开关非常的方便。在取出纳米银牙盒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有水呢倾倒在里面的时候也没关系，因为这里面整个都有防水的涂层，好，它不会因此而漏电。但是还是建议这样产品呢尽量避免放在浴室潮湿的地方。本产品可以使用电池来供电，或者是另外加购变压器来供电。保洁净除了可以清洁假牙，同时可以清洁全家人的牙刷，另外呢还可以清洁运动护齿牙套以及矫正牙套。保洁净为美国 FDA 登记之医疗级产品。